了，快点，老爹，你看嘛。好，再来嘞。我这，哎，喂，快点，统统拿进来，快点，坐不住了。我来了，哇，你好厉害哟、哦。来，快点。来，峰哥，放你来。哇塞，快，我装点水的。这啥子鱼啊这？哇，这大几块。快点，过过头。快点，鱼咬不开。哇天，一来整了两个大半块儿，要拿回给下一个不？来装头。捡到个半块儿，我想吃鱼，哎呦，提不起了，你看嘛。你要下来抓不嘛？我就不下了。两下你要抓了就回去吃鱼。我穿的裙子，你看嘛，抓了。哎呀，闯到了。打不打哟？打，没得了，我没得了。哇！鱼篮打整出来，今天我们吃坨坨鱼哈。啥子叫坨坨鱼？就是直接宰大坨大坨的，你看嘛，看嘛，你这宰的太大坨了噻，大坨点吃得上口。去腥三件套，葱姜料酒倒里头。好，不用。拨转。今天这个坨子鱼要想好吃，必须来点灵魂，酸菜。炖点腌鱼，切点泡姜、排姜。切点泡姜。再来点大蒜。把腌制好的鱼洗出来，准备开下锅了。准备火翻就。要得，开干！峰哥，来点猪油安逸的。嗯，因为你懂得起啊。来嘛，这是混合油，混合油炒起更香。大蒜先炸香了，来点花椒爆香，爆香爆香，酸菜，再来两勺豆瓣酱。倒出红油，来点生命的源泉，黑糖鸡精、胡椒粉调味，再来一点点生抽，再加两颗盐。所以这个大老婆哪儿给你挤哈？要得啊，峰哥，今天你立了大功。要得要得。来点大葱，真香。好，出锅了。这香菜。峰哥，你做坨坨鱼还真好吃。嗯，尝。你留了大的噻，你要多吃几坨，有没有？嗯 嗯。这好搞笑哦，这个狗爬山。你还好意思说，你都不下来帮帮。还在干，在嘲讽我。他穿裙子下来走鱼，冲个方便嘛。不过你怜香惜玉去了，光穿裙子啥事嘛？腿短就是腿短。这人你咋又来说我？人家明明是小巧玲珑，你老是说人家小短腿。哟，小巧玲珑我还没看出来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嘛，每天碰到就吵吵吵的，来吃过那口。谢峰哥，来你也是吃过，有没有？下回我们带你出去搞鱼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穿裙子了，穿点合适点的，让我们看下你的表现。我就是。好嘛，哎，是哦。